备，Go！ 哦哦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是那个邱凡赢了，因为将太瘦，不是将太，元太，元太呢比较快下来了哈。好，下一组谁？耶、yeah, ，小 B 给我们小 T， 小 T 对小 B。你滨崎步去开眼睛的时候，眼睛之前还是跟我一样小。省到自己去，拜托好不好？来，小兵，哎，小弟，你要向通告我介绍你一个那个专治秃头的。哎，你这个叫辣椒，看起来不太辣，咬下去，哎呦喂呀，腰吸我！来来来来，就战斗位置准备。哇！小弟加油！谁是第一步加油？屁王预备 Go！ 哦哦哇哇！所以我们滨崎步大胜 ，Ray，Let's try！ Oh no！ 下盘很稳诶，小兵，加油加油！来来来，尾鱼对上我们谁啊？虎牙，是不是这个为了一个女人曾经好不好差点翻脸过？谁是大屁王就位？嗯，哎。拿好拿好，是不是两兄弟不用真的呛来真的嘛？预备 Go！ 啊、oh! ，哎呦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啦！我们尾鱼虎牙一小姐，最后那个 pose 是怎样的？来，还有最后一组谁啊？ Terry 对上我们哦，板上老犬，你穿这样实在太好笑，快拍照快！怎么那么累？请转身。好啦，来两边呛一下，哎呦，这个余亮情节，这两位，来来来 ，Terry 哥，这关你定赢的嘛，谁叫你是肥屁股？你是用小 T 的声音在呛 Terry 哥？阿全哥，阿全哥，没有关系，你落地的时候，你耳朵会飞起来。战斗位置，哎呦，现在比说平手哦，两边的队长好不好？靠你了，靠你了，真的好不好？再给按摩一下，哎呦，是的，是的，加油！我跟你讲，一关定胜负，谁赢这一关就是哪一边赢。拖耳朵是怎样？或者是模范队，来哦，准备好，头发塞得好，谁是大屁王？李北庆。太激烈了，究竟 Terry 还有欧元，谁能获胜？谁是大屁王？李北庆。哎，同时平手，再次。还好我耳朵有飞一下，不然就输了。真的哦，哎呦，快来！卡位的部分，来来来，加油！谁是大屁王？李北 Go！先生屁股稍微那个后硬了一点哦，感觉恭喜模范队获胜了。接下来第二关恐怖箱了，而这一关就是我们改良版的恐怖箱，双方蒙眼用眼要摸出单杠上吊的物品，猜对者就是获胜者。没错，不管你用脸呢摸到什么，给你20秒的时间感受一下，然后呢我喊3、2、1，你们一起叫出答案来。我这一组第一个派出的是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小 T， 没错，这一组呢派出我们这是百变女王小 B。 That's right， 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咯，不是电灯泡，两边弟弟要把它扶到前面去感受一下。 好不好，模范恐怖箱第一关，预备 Go！哎呦！耶，小兵小心，小心的。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，好恶心哦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请回来。我喊1、2、3，你们就一起喊出是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油条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油条。油条。这里说牙刷，这边说是金刚刷。金刚刷。哎呦。好。所以我们3、2、1拿下来眼罩，让你们看看你们面前这个是什么东西，足以让你们毁容的东西哦。3、2、1，猜。
我就觉得很刺啊，超级刺，整个脚趾都去了一层，是不是？看到球力测的都要开心投入，还怕您上次憋泡没扎脏脸，会在这里刷刷刷破皮呢，舒服吧？是的，是的。第二组是我们威廉，我们 Terry 啦。好不好？要这个触感这个东西，是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？因为刚刚啊，我们已经就很多弟弟都在旁边，哎呦，有脚有脚，小心，类似这种，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？不会是蜘蛛吧？威廉，威廉，你挺聪明的哦 ，Terry。感觉是湿湿滑滑的东西，滑滑用脸或舌头、鼻子都可以，随便你感受，好不好？来哦。3、2、1，请往前。慢一点，小心， yeah, 小心。用触觉闻一下，闻一下。轻轻的。对，等一下，这里还咬哎。好香啊，这么香。2、1、10、9、8、7、6，香喷喷。5、4、3。洗脸，洗脸。数到三，一起吼出来，你觉得它是什么 ？OK， 1、2、3，胸罩。Terry 说胸罩，威廉你没讲过。的吧？哎，不是有个布？你猜一个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凭空想象。节拍器。谁说节拍器的？内裤，你觉得是内裤？你觉得是胸罩？嗯。哦。让我们打开来，3、2、1，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来着。3、2、1，特特鸟布嘛，香的嘞，刚刚还吃了是不是？刚刚咬哎，我刚看到威雷讲。对啊，是我们导播的孩子，好不好？刚刚才送下来的，怎么样？新鲜出炉，看到有没有傻眼？看到。OK 啦吼 ，OK。竟然没想到。说凯瑞，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胸罩的？不管尿布的材质是味道，都和胸罩差很多。你在想什么啊？马上进行第三一关啦！这一组是我们多多对上我们牙膏，是不是？也两边多多现在紧张吗？多多好紧张，你脸色都发白了。多多，来，汤主帮你擦黑。这个就是《艺伎回忆录》的感觉。对呀，最近擦那么白，你看看。没错，多多最近擦的粉还是有够多，化妆师们都快来不及补货了。多多在当时要扣钱嘞，往前走 ，Here we go， 感受一下，20秒的时间，19、18、17、16、15，多多多多，3、12，小心小心，他嘴巴开了，10、9、8、7，哎呦喂呀，5、4。还吃的牙膏，你想说用你的铁牙来看看可不可以吃出个所以然？3、2、1，给我讲出来是什么答案？3、2、1，热敷袋。热敷袋是什么？热的护垫。护垫。热的后面是你要用过才会热，是暖暖包吗 ？Henry， 你来补充说明你，补充说明，你觉得是热敷袋，你觉得是热的护垫。好，3、2、1，把眼罩拿下来看看是什么。3、2、1，是不是热敷袋？答对了，暖暖包嘛，厉害哦，对啊，热的护垫，对吗？哇塞，连热的护垫都想得到，想不到平时爱哭的托托还是有这种癖好，吃惊吃惊。第四一组呢，我们邀请到我们 Henry and 我们小马啦，好不好？ Henry 选你在这一组是有原因的。我现在好紧张，真的，我们掉上来的东西保证吓死你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小马，我跟你讲，可能是吊着闪亮亮在那儿，走过去给他好好用脸感受一下了，好不好？看看是什么？可以不要吗？不行，当然不行。来，1、2、3，往前走，感受，小心喽，小心，他在动。20、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，哎呦呀，好大一朵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，时间到，小。
小马你还用闻的对不对？我要先喊三二一，你们跟我讲答案是什么好不好？三二一，娃娃，袜子吧，有点臭臭的。哦 ，Henry 说袜子，你说玩偶，对，哎呦。有个酸酸的味道哎、欸，没有，其实我们 B2 刚刚有拿去泡了一些东西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把眼罩拿掉，看看是什么。一二三，向日葵花朵嘛，你看看，这两边真的都打错。哎呦，另类吧，给你们想得到，我们还玩什么、啊？好不好？第五关 ，Here we go。鸟。哇。对上我们秋凡，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敖犬前面四组都可爱组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你这一组变这样。当然你不爱骗我，你们棒棒糖都很爱骗你，还你们棒棒糖嘞！我跟你说，等一下走过。